6月16日，王思聪在北京三里屯被偶遇，身材曝光后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王思聪身穿浅灰色上衣搭配金绿色短裤，头戴鸭舌帽和墨镜，脚踩一双黑色运动鞋。能够看到王思聪身边跟着一位女生，对方穿着白色上衣搭配黑色短裤，该女生的身材非常壮实，腿比王思聪的腿还粗。这位女生似乎有些累，走路时双手叉腰，仪态也不好，臀大腰粗，头发凌乱，好几天没洗头一样。看到有人拍摄后，王思聪冲着镜头挥了一下手，似乎对拍摄很不满。女生也转过头来看了一眼镜头，能够看到该女生的长相很一般，也不是网红脸，在人群中并不突出。虽说女子与王思聪没什么互动，但两人全程都走在一起，关系十分亲密。王思聪似乎又碰了一圈，下巴和脖子都连到了一起，显得十分违和。有网友透露，对方并不是王思聪，看穿着打扮就不像他，而且王思聪的眼光不会这么差。还有人直言，思聪大晚上也不会戴个墨镜，奢侈品都在北区，很显然他不会带着女生去南区逛街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